没有拿稳，出现失误了。林书豪出球给到右尾，再交给心脏地带的温德，悟空在45度角半后再拿到一个三分。在花了13场比赛，我这个漂亮的后撤步找到了一点出手空间，这是悟空的个人。正如的篮板球，那另外一位就是洪凯杰，两个人原本有机会同队的，悟空绕到禁区来，对，所以这也是经验。就如果讲到卡位的话，拦一下悟空的 hustle play。悟空再把球抄走，今天打得有手有风，交还给悟空，悟空再来一发，今天他是界王神采。我还是必须要用右手出手，那就会被小夫更容易的干扰到。悟空再次的阿里乌，跟林书豪。我这一球没进，黄玉祥远距篮板拿下来，悟空三分线外命中，今天悟空 on fire。悟空20分了，悟空后场超截，前场快攻，詹翔今天放弃追防了，双手抱空。林书豪把球权要回来，球送到底线，悟空拿到球就跳了，这无解啊。出手投短了，孙思瑶的进攻篮板，悟空看了一下篮筐，周桂宇没有把这个空间给让出来，切入到篮底下得分。